这婚事行止神君定了，好像是吧。天君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有事儿，有事儿。好，近来啊，我仙界欲与灵界联姻，我正在敲定着联姻的人选，忽然发现这天外天神光显露，我就想到了是神君来到了天意，如此赶巧，我便想着，我想呢，劳烦神君呢，为仙灵两界这千年联姻之事啊，钦点姻缘呐。这灵界只有一人备选，便是灵界战王碧苍王。行，稍等啊，快快快快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仙界的候选人，点一下。哦，第33个吧。嗯。芙蓉，芙蓉，好，就他，这名字好。可是芙蓉，恭送神君。怎么会是这小子？这婚事行止神君定了，好像是吧。神君，独居天外天已经数不清有好多年了吧？您知道我仙界灵界谁是谁吗？您到底怎么定的人选啊？放肆！得神君赐婚，芙蓉真是倍感荣光。只是芙蓉此生并未与那碧苍王沈林有过任何交集，但闻碧苍王一改淫腔，是英气逼人，芙蓉还没做好准备迎娶这样的妻子。大胆，把我的踏仙鞭拿来。哎，天君，算了，既然他们两个人都如此抵触的话，那天君不妨把这个婚期往后拖一拖，给两个人点时间。若是强行凑合的话，恐有血案。